有可能这个状态是暂时的，也有可能会这样一辈子。我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，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最后可能会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。也许你爸爸妈妈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我并不适合跟你交往。我们是想再说一次分手吗？你在这里，既图不值，既出去，这些都没放弃，你为什么放弃我呢？我可能会把你忘了。不会，我就是你的记忆力，我就是你的大脑。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你的记忆力，你可能忘记你是谁，忘记我是谁。我叫刘暖暖，我是你最爱的人。我们住在你奶奶的院子里，养了四只猫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你18岁的时候，那时你就比我高了。我希望你明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忘记的。就算你真的失去你的记忆力，起码我还记得你啊！我可以再让你爱上我。我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无论是偷、抢、耍赖，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，只要能让你再爱上我，我都会去做。如果你忘记我一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一次。如果你忘记我10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10次。所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放弃我，好吗？知道，你不激动吗？你激动就好了。妈，我们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，我们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？
就是，哎，赶紧洗洗去吧。哎，还没擦干净，打给他，暖暖，这是属于你的。 属于你的飞天，属于你一个人的敦煌，属于你一个人的世界。我想郑重地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了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会一直问，问无数次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在你笑的时候。 在你哭的时候，当我面对生死的时候，当我睁开眼睛、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都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看见你。每个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，我都想要看见你，守着你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，爱得笨拙。 爱的执着，不解风情，还特别忙。但是我愿意用我的一颗心，一生时光，还有全部的爱，去陪伴你。我想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疼惜你一辈子。 干嘛？我想再多听一遍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想再听。
嫁给我好吗？今天已经是第十次了。我能不能再亲一遍吗？刘暖暖，你够了！我刚想忍住，你就出来了，那你就再说一遍吧。啊！我错了，你带我去哪儿了？登记。哦，好。